这部影片最后有抽奖，就是抽这个可爱的奈良的鹿娃娃。影片最后呢会讲要怎么抽，那就影片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绿眼镜 ，A.K.A. 奈良鹿丸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奈良，鹿丸就是这样设计的、啊，奈良的那个鹿丸啊、鹿袋，以鹿主题，所以奈良这边呢，真的就是很多鹿，很多人在喂那个饼干给鹿。我们就想说，一只鹿到底最多它可以吃多少饼干？所以我们等一下呢，我会去买1500块的饼干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同一只鹿吃。哦，如果它吃不下，它走了，我们就不会强迫。所以我们想要测试看看，一只鹿最多可以吃多少的饼干 ？OK。嗨，大家好。拍组里面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拍组就有10个，我买100个。哦哦哦哦，等等，兄弟，等一下，兄弟，我们只能找一只啊，兄弟，就等。哎、欸，这样很多只哎，好啦，我只会两只啊，阿妹。欸、他们会点头，这样示意，这样一个、两个，哦，还一个、两、三个、两个、三个，等一下，不要抢好不好？5个。给你啦，他没吃到一个，10个，好，开始，10个，哦，这两个是都10个了，15比15，哦，这个迟疑啊。20比20，我小看他们。21比21，等一下，你们很赶哎，我都没有那么赶了，我被你们搞得我很急这样。兄弟，等一下。27比27，来，慢下来。28，他很强哦。30，给你。30了，你小心一点，你等下变胖。有咬，哇，好痛哦！等一下，很痛，给你，你很坏耶。来33，37，来再来啊，38，行不行？好，来给你39，哎呦，39不行喽，40，41，好了，我没有了，没有了。No！哇，马上哇！鹿丸，你很现实，西卡马鲁，你很现实哦。好啦，只喂一次有点困难了，他们都是这个成群结队，看到饼干就冲过来。那个这位仁兄他吃了41只，然后现在还在吃别人的，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是没有极限了，留言也没有终结哈。奈良的鹿呢非常的友善，他们会点头，但是当他们吃完你的食物之后，他们就去找别人。一开始讲的这只呢奈良鹿的娃娃，我会抽出来送给大家，那只要在这个影片底下留言，然后呢到我的 IG 我也会发一篇文，在那一篇 IG 文下面留言说你要抽这只娃娃。 IG 每个留言呢它就有2倍中奖机，那 YouTube 只有1倍，所以呢赶快去追踪我的 IG。 好，那抽这个奈良，这边有一个奈良限定齁鹿的娃娃。好，喜欢这个影片，帮我订阅频道、按赞，然后开小铃铛。我是绿眼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尿尿了，尿尿，特写他尿。
跳仔，他在看我们，他以为我们在抓小。哦，他完全适应镜头这种生物这样。